旧的鞋是不是越不容易伤脚？穿久了之后，这个鞋后跟磨损之后，它可能会，它本来鞋子对你的保护会减少，而且你有可能产生一种所谓叫功能性的长短脚。那我这样是在磨哪里啊？你根本看不出来。外侧磨的有比较多。这边啊，对，表示走路的时候的脚步有点比较外八。邀请您一起参加五七健康同学会。